中，刊物《刑事十字》第三十二页定本，刑法第213条、214条的中间公文书所记的意义甲伊的范围，就是讲刑法第213条、214条保护的目的，是伫咧保护公文书的正确性、甲公信力。中国刑法的精神，伫这个保护的目的，唔是针对公文书的真假来讲，是针对这个公文书顶面记载有事实或者是无事实。这个法人伫咧解说宪法解说，既成立，伊的文字不得再有增加文字，而有增加文字呢，这个公文书就是记载不实的代志。阮伫司法院的地检署要按量申告，是告司法大法官、司法院的大法官解说宪法的这个释文呢，是公文书。伫公文书的形成了后，司法院的院长有义务维护这个公文书的完整性。赖和敏院长无尽甲维护的责任。竟然由司法院副院长苏永钦伫伊中间增加文字，使受害者袂当搁再提起再审，并且安抚前台北市长马英九伫美和案的法律责任。因为安尼，赖和敏应该为连带为做公文书的辩护。司法院大法官解说第732号的解说案。苏永钦身为司法院的副院长兼大法官，参与第732号的解说。在涉案的决定了后，苏永钦大法官提出的协同意见书的第四项，竟然在涉文中间，搁再加一个甲涉文无关系的一个段的52字的文字。所以，我伫这个所在提出。告法，苏永钦这个提出增加52字的文字呢，是属于公文书变作的罪啊！啊，希望检察官会当针对伊增加的字来侦查。多谢。另外，我讲吼，大家拢做会按，手按得到，全部都靠近，对。A 面的没有按到的。对。哇。好，谢谢。到下去。